对，已经不记得了。哎，这镜头里边这两个人帅不帅？帅，必须的。对，干了。你去泰国会嗨吃吗？再说，这一位，哎，这一位。这一位还在减肥，我跟你讲，这几天可以就是放肆一下，对是吧，对自己好一点。他自己有个谬论，他吃海鲜不会胖，是真的，吃海鲜不会胖。泰国海鲜很多，我努力了这么久，我就指着去泰国这几天稍微吃那么一点点。男人嘛，对自己好一点，我觉得应该的。Bill， 快点，妈都很贵，快点，妈都很贵。哎，我想知道你们现在要把所有拍照的就是那个热情放在现在吗？看镜头，海滩不拍了吗？他们的热情不会灭，他们热情不灭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可以再跳三天三夜。